嘉义县长候选人王玉敏今仔日早起伫大拿镇举办嘉义县候选人吴思扬、陈信文联合造势活动，邀请到嘉义市长洪炳辉、国民党党团总召陈明忠、前立委林国庆、立委洪重金、嘉义县李国兴到场来助讲。嘉义县长候选人王玉敏大拿造势大会，嘉义市长洪炳辉到场支持，家家连线，大家拢是叫伊用妈。但是他表示是学到用妈的精神，因为家己就像一个厝，有需要的时阵，妈妈一定爱义不容辞会站出来，就像家己为家己奉献的心情。王玉敏也是同款，王敏辉肯定王玉敏的社会专业，过去也曾经得到王玉敏真侪建议，希望大家能支持王玉敏加家己，让努力发挥。嘉义县市强好，前立委林国庆表示，家己是无够努力，则无能打破明文规定。但是这次一定要大家能做伙用选票帮忙实现。嘉义县长候选人王玉敏批评民进党做事，讲嘉义县为顶到下拢要全力打。伊表示，嘉义县在民进党执政竞争力最后一名，讲要全力打，唔通将嘉义县的人民当作塑胶，干那送民进党三个字，无可能。这句话不只是我讲的，李远哲嘛安尼讲，伊讲今麦的民进党在加速腐败，向下沉沦。赞美你看到伊用造势晚会，你就知啊，一枚三点钟四百万就给他开了了，伊就是这款的进动。哎，另外伊讲夸下海口，伊讲什么？伊讲因的乡镇长、因的议员，拢总要全力打，安尼伊是甲咱在野党。其他的进动动作是什么？动作空气当作塑胶吗？这款的进动愈来愈嚣张，愈来愈霸道，那一定要用选票给制裁了，好不好？好。王玉敏身为无党籍的议员候选人，陈福成徛台呼吁乡亲爱支持国民党甲无党籍的在野联盟。在大拿做市场后，王玉敏也甲吴思良等候选人一同车队扫街，沿路向大拿溪口的民众拜托恳求，在选战倒数的时阵持续冲刺。谢欣是不错，民党大拿镇长不得。一起来家，游走在鬼斧神工之上，与自己对话。想待在家，此刻无关胜负，只想享受单纯吃的快乐。享受在家，除了黑与白，还有更多的色彩。我是黑佳佳，邀请你一起来家。用力耍废，用力耍废，用力耍废。看到一大堆壳壳堆成的山，当然在这设备呢，几百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嘉义县第一个来做这样的工作。渔民把他不要的东西，他可以换钱；就政府来讲，他可以减少污染。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海废变黄金。